跳槽你不在比心干了啊？在比心啊，只是换个地方。黑的啊，嗯，挺好的，小姐。嗯，那你能，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，像你这种112万粉丝的，一个月能赚个多少钱呢？啊？几千块吧。这么多粉丝，一个月才赚几千块钱？因为我单价很低啊。那你粉丝多都没用。那粉丝多没有用吗？那看着好看呢，讲道理。那好看又不是能单放吃的。那太可惜了。那你这么多粉丝，一个月就比如吧，游戏这种东西，老板就想，其实就想要一个厉害的，但是我就没那么厉害。不是，而且你是开电台的，那电台的话应该有那个比接单上那个收益更高一点吧？是的，你肯定电台会收益会高一点，你肯定就一块两块，然后日积月累的，粉丝也是日积月累的。你肯定在骗我，小姐，你别逗我，你把我当傻子？你一个月1万块钱？没有，我怎么会骗你？一万块应该是有了吧？嗯，因为最近陪玩也蛮多的，他们都也挺优质的。哦，陪玩小姐也太多了，是吧？嗯，是的。那你有想过干其他行业吗？像你，对吧？嗯。我最近在学联盟，就打算接英雄联盟单，哎、是吧？我看你那个粉丝这么多、嗯，你这个动态发的没几条吗？你不经常发动态吗？给你的粉丝看看。很少很少发，很少发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你的粉丝，你多发发动态吗？我想看你这个，看看你生活的看情况吧，是你生活的样子吗？就不太爱发，不爱发呀、啊？啊，多发发嘛。就发那个也没人看呀，也没人给我点赞呐、啊。想点赞是吧，小姐？你现在发一条，我给你点赞，好吧？我让我的朋友也给你点赞。现在？打完这把，我让我的朋友也给你点点赞。嗯。让你朋友给我点赞。对呀、啊。可以呀、啊。那你能发那种稍微清凉一点的吗？朋友喜欢看那种清凉的动态，可以吧？这个应该不够。清凉一点的。我平时很少拍照。清凉的应该是有，什么叫清凉的？就是穿短袖嘛。你是真装？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呢？啊？就真的不知道啊，就穿的比较短一点。平时有穿那个，小裙子吗？小裙子我没有、哦、我都穿裤子比较多。啊，穿裤子。我感觉你很忠心的、啊、你很骚啊卓心、你敢欺负我队友。其实穿裤子有好处的，就是夏天一到就怕蚊子咬。哎呦好，我操，你给点力啊兄弟，我一他妈一直在挨打，你好歹杀个人行不行？再杀一个漂亮还行，我来别。我操，炮车别脏我，过分了，南墙他妈头拿了还要脏我炮车，我好，我这狗头人呐、啊。这个模式能杀队友不？这他妈不能忍。我狗头人的兵你也脏了呀，看他妈恶心他，让他来个软弱无力，软弱无力，想补刀不存在。你手机咋了，小姐？咯噔，我手机吗？啊，咯噔，啊，你手机怎么一直在响呢？业务这么繁忙？我不是手机，是 iPad。哦，你 iPad 怎么这么繁忙呢？平时接单的时候会看电视。哦，平时看什么电视啊，小姐？最近那个《千古绝尘》挺火的。但是还有3集没更新出来呢。
阳寿刀法，好好，刚才好像暴击了吧，这样子。嗯，我这个英雄打蛮王好像不是，哦，我应该最后做个反甲的，我好，我吐了。嗯，这是干啥呀？能不能补刀？能不能和平发育？嗯。能不能和平发育？嗯，给我个面子，和平发育好吧，给个面子。嗯，有些灵魂注定要燃烧。中 miss 了啊，上 miss 了，应该不用查野。嗯，好，很舒服。嗯，像你平时唱歌的话有要钱吗？你唱歌唱歌要啊。唱首歌得多少钱呢？唱首歌不贵。多少钱呢？唱首歌二十几块钱吧。二十几块钱。嗯嗯，那还好啊，挺便宜的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平时的话会唱，平时的话会唱什么歌呢？流行。流行歌。会唱那种、会唱那种比较流行的歌吗？啊，最近比较火的那抖音上面那些歌吗？什么？你说的是不如吗？那个105度那个。105度的你会啊？会啊。你能清唱我听听看吗？清唱一个小段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我操！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这么唱吗？他什么时候来这个草里了？我靠！南墙正好黑脏兵了，我靠！我操，兄弟！赵鑫他妈的啥时候在草里？我是没有想到的，我靠！我靠，上当了呀。可以啊，真地皮。蛮王拿三个头了，头全蛮王拿的，坏了。我下路也没了，我上路有点难受呀，江大绿。嗯，而且刚才这个我吐了呀，我大呢，我没蓝呢，我大呢，我有蓝还不大吗？嗯，重锤。嗯，这谁顶得住？坏了，坏起来了。嗯，我刚刚唱歌你突然大叫吓我一跳。唱歌，你唱歌是专业的吗？学过唱歌吗？没有，业余的。业余的。业余的你不是属于那种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是学会。业余的你还敢收20块钱一首？谁给你的勇气？那就是老板点单的话也是可以免费听的呀、啊、对吧？中赠送是吧？不一定。赵鑫你是脸啊不要了，我发现你。你是不要个大脸了，我发现你。小兔崽子一直来。这事儿永远。想吃塔皮啊，这个蛮王。跟个鬼一样，我靠，这蛮王。想吃塔皮。嗯，还想绕是吧？哇，这个拉克斯身上，他卡萨丁不抓抓我口头，我靠，他不会绕一圈继续来抓吧？我有点慌，算了，在草里闻一下经验吧，好吧？嗯，在草里闻一下经验，他应该不会过来吧？再来的话，就过分了。嗯，他不会再反我们家野吧？反我们家红，反好了再来抓我，抓我狗头，他在空线，没事，进草文经验。嗯，把线控过来，很舒服，等级跟他五五开，他其实没我压我特别多。嗯，
这个逼为什么这么空闲呢？脸啊不要了，那这么空闲？也许舒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不要脸了，你是讲道理？嗯，不会越我塔吧？有点慌，空个闲来越个塔，这波千万不能死啊！这波死了就炸了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，我不打你，这么激动干啥？密死了。算了，我有 TP， 暂时不踢了。卡萨丁去下了。我感觉这个赵信怎么又在我上路了？这赵信在下路压根就没看到人。我，小姐姐，你是哪里的呀？我是福建的。好的。福建的好呀。老板，你平时都是播什么电台啊？你打游戏好认真。我就说这个赵信吧。你没听清吗？哎呀，我操！游戏体验咋这么差呀？没地方抓了是不是？就来抓我，恶心啊，有点恶心，太恶心了。是不是没地方抓了呀？起屁一下。你是不是充钱了？队友能这么帮你？你他妈的是真的菜呀、啊！你是不是充钱了？赵鑫这么帮你，我怎么感觉这赵鑫是陪玩呢？蛮王是老板，一直帮他抓。然后这老板有点菜，过分了呀！敲死你！敲死你！敲死你！小姐姐有你是技术陪玩吗？娱乐陪玩。娱乐陪玩，所以才单价才不敢太高。你一单的话多少钱？一单5块钱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本来是10块钱，但是我觉得我配不上那10块钱，所以我就打折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有病啊！有病啊！你看这个赵鑫他妈是不是有个大病？我靠，这赵鑫，你他妈的，把你的地址发来，我要给你有点土特产。下抓了。我要给你有点土特产，现在这盲王他妈不开大，我靠，二剑抠了不开大。赶紧找个班上下吧，蛮王吧，好，我再看不下去了，这他妈不找个班上下，下饭啊！我就说吧，这个赵鑫可能有机会，也有可能是陪玩的，技术陪帮老板抓。生与死之间，可以的。在这不朽，这一波再来就双杀了。我的装备已经不允许他们来欺负我了，看好了，小姐姐，厉害，厉害，看着呢。我太难受了，这把的话不是我不跟你聊天，这把的话是对面不让我跟你聊天，好吗？我刚刚说了好多，我知道你在专注打游戏。喂，这个人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。他下路不去的，他只来上。有个大兵，掐个眼，哎，赵鑫在下，那可以，那偷打了，看他赵鑫了，砸塔，
砸塔。蛮王是不是掉了呀？蛮王这个队友这么帮他，蛮王打峡谷先锋了，我好。你能帮我这个上路插个眼吗，小姐？可以。就是帮我上路插个眼。好。就做一下视野什么的，我怕他过来抓我。好，有蓝。安排。要不我跟着你吧。跟我的话不太好吧？可以来，可以来。会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眼，你可以在这儿住个眼。他不来吗？塞拉斯，来来来，过来了。听说你前期他妈搞我了，疾走一开，软弱无力，开大，中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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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兔崽子，厉害，中桥，厉害。嗯，啊，这个狗头，你回家呀，小姐。变大了是吧？嗯，我要回家买装备了。加美了，小姐，加美了，加美了。哎，加美了，又到高地了。咋高地都没了呢？这打野帮了下路帮半天了，一个 ADC 二杠七，一个 ADC 一杠五，咋帮的呀？刚刚下路就崩了。不是帮你们下路帮半天，帮了个一杠五，帮个二杠七，我好。我们保不住他们。不是吧，这打野在搞什么飞机啊？嗯，听说赵鑫你很骚是吧？就打架子呀，救不了你过来，他们都死了。操，这两个人他妈是连体的，我好感觉两个人真的是连体婴儿。嗯，你中单跟打野吗？看到赵鑫就肯定有蛮王，看到蛮王就肯定有赵鑫。我这走位呀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有 TP。我靠，恶心人！我靠，这谁顶得住？妈的，这么玩游戏啊！大冰心来一个。嗯，十二级蛮王，等级有点高的。来嘛，单挑嘛，来嘛！操，我吐了呀！我明明踢小平的呀，怎么踢到他了？吐了。嗯。真吐了啊！真吐了。就中路直接奔了，我跟团了，跟团了，来，我来了。嗯，咱打团吧。我操，那个小兔崽子，别跑呀！400Q 够用吗？不用特别高，感觉够用。跟团。我的天哪！转角遇到，哎呀！我来了。嗯，光辉伤害有点高啊，这光辉伤害高，这卡莎伤害也高。卡莎，我们这正面打团感觉打不过了呀。嗯，好吧。哎，这追追追追追，可虚弱了，装什么逼啊！哦，很棒棒。嗯，竟然能打过！哎呦，没塔，没兵线呐，退不了，没兵线。那可以，可以再等下一波。我跟着你吧。你都可以了，都可以。嗯，拿个大龙，拿个小龙。我来了，咱俩刚好可以组成森林狗头组合。
ADC 四杠七。哎呀，有人！能跑不？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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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羊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不是！你他妈的，中球！这个人追着我。中球！小心点！中球！中球！中球！你打过他吗？哇！中球！反杀了都！中球！哦，差一点点。ADC 咋死了？嗯 ，AP 打我也痛啊！预下来一个。哦，无敌了，能守住吧？能。守这个还是？守。还是可以的。守塔，守塔就行。嗯。这蛮王就一直偷塔呗，就除了偷就是偷呗，搁这一直偷塔，谁听得住啊？捡回复，没事，我来守塔，他应该打不够了。嗯，应该打不够啊。你刚刚好厉害啊，可以一打三吗？一打四，一打二可以吧？我现在一打，哎，有人来来来，我想起走一开，软弱无力 ，EQ， 给卡特定头，继续追，可以再冲一波。卡莎怎么说能杀吗？不知道，我给个虚弱看一下。嗯、不行，追不了。视野做一下，小姐，视野做一下。没有视野了，哦，有个针眼。走，逼逼，小心小心，我急走 CD 很快了。嗯，赵信的话二杠四没用。嗯，来，软弱无力，交闪是吧？一棒锤，厉害。或者还带呢这个逼。嗯，很快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下。推了，嗯，能打得过吧？可以的，我感觉这一把能翻。你翻啥呀？这一波怎么他们死了呀？他怎么咋死了？死了。那你小心点，你要去带线吗？他们打大龙去了，应该。我偷塔了。好，我想去看一看。不是，我们家队友怎么跑对面野区打架了？不知道，我刚刚在，已经回家了。谁给他们的勇气？嗯，那没有办法。这把我跟卡萨丁都是后期英雄。那我们再拖一拖，看看能不能打。好，可以，漂亮。哎呀，绿脚，大反脚，起飞。啊，王力在偷塔，我操！来了，老弟。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软弱无力，重锤 E。哎呀，我给了个大。重锤，没必要。也不用给大了，没事。我觉得对面，嗯、我觉得，哎，再拿一条龙，水龙吗？好。可以。水龙可以拿，水龙，嗯，哎，这把可以翻的呀，有一说一，我知道，我懂。要跟着你吗？都可以。这样吧，跟他们先打，排一下这个眼。嗯。你们这龙可以打的，不需要我去。嗯，好的。
600 Q。 哎，被抢了是什么意思呀？被抢了，来吗？能跑吧？能打吗？软弱无力。哎，可以，好棒啊！嗯，无敌了吧？偷半天没有用啊！想到这，老师。老师，我跟你，咱俩都能活着。推塔，推塔。嗯。好，软弱无力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漂亮，没有用啊，这个马王。把塔推了。没有用、啊。拖半天，我操！除了会偷，那个有啥用啊？你不能这么偷啊！再见了，他队友这么帮你，可是偷塔，你他丫！别站在那里了，走走走，快走！来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好，好，走走走走，逼逼逼！哎呦！哎，咋回事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还好，没啥资源，没啥资源，走吧走吧，没什么野区资源，我毙了，我也 TP 了。卡萨丁无敌了呀，卡萨丁他无敌了，大反甲血手，TP 无敌了，我也无敌了，来个锁链嘛，对吧，怨恨锁链锁这个蛮王是吧，单带无敌 700Q。 700Q 了，687带一波线 700Q 马上17级，最好在墓穴中沉睡，没事，我死不掉，除非他们送，他把蓝拿了，好里面养吧。哦，有眼，赵信来了，赵信过来捅我了，走走，溜了，不走了、反正没有资源呢，发育一会儿，我们后期越往后越厉害、对吧、这怕啥，来抓我了呀，确定吗？千万不要玩火、我现在的战斗力不允许他们过来抓了。我这个盾给的呀，把鞋换了，这把出什么鞋呢？耐操鞋吧，无敌了。现在我这个装备出了，这个蛮王打我就跟刮痧一样，打的还没我吸的多。1700块。打团吗？打团吗？可以团了。Go go go！ 呀，拉克。哎呦，虚弱叫不出来。可以呀、都没了，就你活着了。哎，我怎么队友怎么全死了呀？我刚虚弱没用出来，不会一波吧？哎，感觉一波了呀，感觉。哎，我队友怎么全死了？哎，有兵线，真的一波了。害人精啊！这是害人精，我靠！这把我被这么针对，我后期还能站出来？是我队友前期的话，这么南墙能过来不？你这打好
我操，这个男枪，我靠，真的下饭。哎呦，直接没了。我以为对面就是死完了。我靠，我吐了，怎么就剩我？我以为我给他们变个大，他们能扛过去。等我想交虚弱的时候，他们都没了。愚蠢。12.4的 KD 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我尽力了。兄弟们，大家记得给这个比心小姐关注一下啊！兄弟们，谢谢你们啊！喜欢这个比心小姐可以关注一下。咱们我也来把卡萨丁，好吧？最后来把卡萨丁。嗯。人呢？小姐，你现在发个动态，我评论一下你，好吧？来，发个清凉的啊！好，你发个动态，我评论一下你。兄弟们，等一下，这个小姐发个动态，小姐兄弟们评论一下啊！哎，有人给这小姐关注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啊，卡住了，怎么那么卡？514473673，514736735147353，514736735173，好吧？这是不是有 bug 呀？514736735173，老给我卡了，发啥呢？他需要我关注吗？虽然说人家关注多，但是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。而且这个小姐5块钱一把，对的。我发了，你可以私底下去玩一玩啊，那私底下去点一下，去体验一下。评论，好，给他点点关注什么的，是这样吗？来，给这个小姐评论一下，魔教中的速速全体集合，比心 ID 514736735373，给这个小姐评论一下，评论一个魔教中人到此一游，好吧？赶紧的，顺带给他点个关注，好吧？好的，我评论一下你。人呢？还有，给他干到20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嗯，20万也太羞了，这他妈是能干的事情吗？嗯，评论一下可以了。小姐，唱首歌我听一下吧。啊？你要听什么？有最新的动态吗？你最新动态在审核吗？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审核，我看看。最新动态。给小姐姐找个。应该发出去了，是一个点。给个小姐找个小粉丝啊！最后一把的话，咱们满把蓝刀吗？还是玩把啥呢？看到了吗？想看啥？来把凯隐吧。小姐，你会玩猫吗？会呀。你来把猫吧，好吧，给你，我来把凯隐，好吧。嗯，好。嗯。行。等。那我来把猫吧。来把猫，我来把凯隐，可以吧？嗯。OK， 好的。中单凯隐，凯隐背叛了，来把男刀吧。啊、难刀，来吧，就那个会跳来跳去的那个吗？啊，是的，因为我刚玩不久，所以我记得他叫难刀。我难刀还是挺强的，给你操作一把。嗯，好，给你杀个。我刚学没多久。这把想给你这把给你杀个20个吧，好吧？好，能杀20个，我尽量保持在，不要死。嗯，给你杀个20个，好吧？嗯，好，我看着。知道这一把为什么不玩卡萨丁吗？因为我是一楼，我玩卡萨丁，对面一个个肯定会选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变态的英雄，七个眼睛的这个叫什么？哦，剑圣。啊，剑圣咋了？没有，一下子认不出来。认不出来，太久了吧？哦，动态，我看动态还没发吗？啊？我发了呀。没发吗？一个点。给这个小姐关注一下啊，兄弟们。就一个。长个小粉丝。很小的点。啊、小粉丝啊。没有看到动态啊。魔教中人到此一游啊，好吧。魔教中人到此一游，给他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关注。嗯，
封印天赋点对的。嗯，小姐，你现在看一下你的动态有没有发？发了一个点。发了吗？我咋没看到呢？就一个点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你为什么就发个？我叫你发个清凉的照片，你就发个点。啊？啊？光秃秃的不挺清凉的吗？退单了，退单了，打完这把下了。嗯。那我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发给你。下了。发给你。别骂老板，我发给你不就行了吗？发动态被人家看到不好，而且不能太露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你发我嘛，加下我。太露骨的发不上去的，不让发。那加下我的 YY 好友，你发我嘛，私聊我好吧？嗯，好。发我来吧。我加你啊。嗯，加我 YY 好友好吧？好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加你了。嗯，啊，同意了。嗯嗯，好了吧，给你发一段清凉的。清凉的，不清凉不要啊。嗯，尽量吧，因为我平时挺少拍照片的。不清凉不要啊，不清凉。试试吧。粉丝团五六名都倒，看看啊。贵贵，这么狠。那咋办呢？让助理干到3000吧，怎么样？干到3000，就这张吧。嗯。不要妨碍我。哟西。嗯。